撞他自杀也弄不掉啊！我现在台面打12哎、欸，我撞他自杀然后下这个，没有屁用，只会招到一堆小龙而已。撞他自杀下这个，撞他自杀下这个啊！不能，那我先下，那我先偷嘛，不然我要拿这个自杀吗？我的克苏加德，不行，我还是要保一下血量，干，先看一下偷什么。啊，这个胖子，哎、欸，胖子还可以。好，我们只能跟克苏亚德做再见了。我们还有机会复活他了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。打他，快点 ！OK， 哦，你终于干了第一次事情了，非常好，至少是一个蛮抓呵。没事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法力，没有关系。你干的第一次蠢事就是一件好，就是一件还可以接受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接受了。哎、欸，想想看，我们死掉什么东西？我们死掉了一台伐木机，一只科尔苏加德，一只爆破博士跟两颗炸弹，第二台伐木机忘了，来吧！这要是出科尔苏加德，全世界就要崩溃。我跟你讲，哇！不要质疑我，孩子。啊，不是，不要测试我，孩子，我讲错台词了。众灵在骚动，太好啦！2014电影我就负责，2015新。炉石芯片就我负责演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赢定了、啊，开玩笑。这样还输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啦，他还有一次洗马桶吧，我记得。